空一七咸水蜂仔炮活动，二月七十由台南市长赖清德在咸水武庙主持开炮仪式，展开两天两夜的行程。赖市长带领市府官员甲主办单位相关人员，在武庙上香了后，随后在广场点第一串鞭炮，由遥控直升机将鞭炮丢上天，以响亮的声音宣告一年一度的咸水蜂仔炮活动正式展开。好啊，点了哦！啊，进进进炮！台南市长赖清德，祝你鼠王富贵！咸水蜂仔炮是会予人终身难忘的经验。今年的活动更加精彩刺激，总共有200座炮城，60几万发的蜂仔炮陆续释放。赖市长欢迎游客来体验难得一见的画面。今年的盐水蜂炮更多、更壮观、更精彩，也更刺激、欢迎全国的好朋友能够来到盐水体验盐水的蜂炮。总共有40几座、有60几万花的这个盐水蜂炮，打在身上、代表神明的祝福。那当然，来参加盐水蜂炮之前是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自我安全的保护啊。那特别要遵照主办单位的建议跟指示，确保安全就为第一。然后安全过了之后呢，我相信你会玩得非常的快乐啊。让大家终身难忘这个难得的经验，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到盐水体验这个难得一见的盐水蜂炮。蜂仔炮拍在身躯，代表生命的祝福。参加的时阵要遵照主办单位的建议，穿好安全装备，预防一了台南遭受地震的灾情。赖市长希望今年的蜂仔炮除了刺激的体验以外，也会当给台南市带来祝福，我新的一年平平安安，七千会当成功。2016年，台南市发生的地震对台南市造成非常严重的冲击。那这个是地震之后所举办的盐水蜂炮。那这个盐水蜂炮也是数百年前要解决当地华神瘟疫所举办的一种宗教性的活动。那现在已经演变成文化性的活动。那我们也希望今年的盐水蜂炮，除了带给民众同样的精彩刺激的体验以外呢，那么也能够带来台南市的祝福，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风调雨顺，让市政能够成功，市民能够安居乐业，大家都能够幸福的